哎呀，你 out 了，就是这个特别好玩，你看看，好玩，啊，干什么呀，方董？什么情况啊？去哪里啊？哎，方董，她男朋友啊？不知道。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你会反应那么大。是不是你过去经历过什么呀？真的没事。我是你女朋友，我难道没有资格知道你的过去吗？你可以不要再问了好吗？你到底把我当没当做女朋友？好，既然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干嘛？你想了解我的过去吗？你好好看看，这些伤口就是我的过去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伤？你过去发生了什么？这些伤还疼吗？不疼。每次想起往事，我的伤口就会重新裂开。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伤口，行吗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为什么非要问呢？害你自己拨开你的伤口，实在是太残忍了，对不起。住嘴！杨启明，香蕉招你惹你了？你来我家一直吃香蕉，你干嘛呀？啊，没，我饿啊。我跟方董在办公室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想多了。我什么想多了？没想这事儿啊。我把他想成什么样了？再说了，这事儿你有必要跟我解释吗？谁跟你解释？我只是不喜欢被人误会。哟，特立独行的丁小轩大小姐还怕被人误会？你来劲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放下，别吃了。啊，对，我还真想起来，有正事儿要跟你说。那个，我一个朋友啊。做一档少儿节目，他们呢需要找一个嘉宾，你也帮我想想，什么人去当嘉宾合适？还用想吗？啊，最佳人选坐在这儿呢，我一个玩具设计师，这跟少儿最紧密结合的，你不请我请谁啊？而且我长得那么好看，那么上镜，不去录节目都可惜了。你这么说倒真是提醒我了，嗯。可以啊，那这样吧，很简单这事儿啊，你呢请我吃顿饭，吃点好的，别拿着破香蕉对付我呢，去跟我朋友说一说，看他能不能就让你去当嘉宾。当我傻呢？当我听不出来？明明就是你朋友拜托你来邀请我去参加节目哦，从你嘴里面说出来就是我得请你吃顿饭，你再去推荐我，你这骗饭的骗子。你去不去吧？不去。不是，你这真不去啊？真不去。那，别，你这样想，
你看你要做设计玩具的要适合，你要懂青少年是吧？关键是哪儿找你那么上镜那么漂亮的，而且我跟人把那出场费都摊好了，好多钱呢，嘉宾费用。那个完事儿我再请你吃顿饭，你就去呗。好吧，态度良好，那我就勉强答应你。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喝这么多杯咖啡啊？每天如果超过三杯咖啡的话，会对胃不好的。我不喝咖啡，我头会痛。你不会是在拿它镇痛吧？哎，那就更不可以了。如果你要是咖啡因成瘾了，你一旦不喝，那就会更疼的。那你说我要怎么办啊？找医生啊，让医生帮你啊。不用去医院，该吃的药我都吃过了，没什么效果。再说我需要保持这种痛感，因为这种痛可以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有些事情是永远忘不了的。那我帮你按按太阳穴吧。啊，有没有好一点啊？你帮我按就好多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以后你再头疼我就帮你按。这样的感觉我希望是一辈子。怎么了？你不要说话，我就是想这样看着你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有一个儿童节目找我去做嘉宾，我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多去跟那些孩子们接触接触，说不定能找到好多好多灵感。是杨启明推荐你的吗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我已经答应了。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，你答给杨启明，你跟他说你去不了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你不要每次都插手我的事情好不好？小青。